因应暑假来到，江宜市青春专案扩大联合起早，伫咧六月30号阴暗来启动，由市长吴敏辉含副市长陈淑惠带队细数，警察局长张秋蝶率领警察同仁，结合着校外会，佮有民间团体的力量，伫咧第一站是前往着西区的 KTV 来进行联结，希望会当来展现保护青少年的决心。今日市长吴敏辉30号暗时率领台市警察局以及各局处长，伫警察局一楼中庭举办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扩大联合起早大会，并宣示保护青少年的决心。市长吴敏辉表示，防疫新生活松绑不松懈，暑假期间，台市跨局处结合民间团体力量，全力做好保护青少年的环境，让青少年的暑假过了充实、愉快、够安全。我们结合当然警察局甚至市政府跨局处的整合，我们全部一起来，希望能够让青少年有一个好的娱乐或者任何休闲的环境，好的环境。而且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让民间一起来，大家家长结合家长跟社会一起来关注，因为有我们的多一点关心，孩子有更多一点的安全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，青少年自己也能够自己注意到。那我想，让更安排了许多的活动，让他们在暑假的时候参加这有意义活动。在大会之后，联合客家新闻，在该市长吴敏辉以及警察局长张树德的传令之下，前往西区 KTV 进行联检，向店家业者以及民众发放宣导品。警察局长张树德表示，青春专案规划净化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，防止青少年被害，犯罪预防三道三大工作主轴，加强看到青少年偏差行为，积极克查毒品、帮派犯罪，加强克查离校、性剥削、网络犯罪、土地贩售分品和未满18岁青少年业者以及违法场所等，加强三道正当休闲活动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